张之溪路所走过的百年的这些古道，这里面还要再传承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们客家精神文化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，一个是奉茶，一个是奉公。总体来讲，政府的经费有限的，要共同结合，按你故土的发展、历史哈，及文化的享受，怎么长长远远呢？今年三十一，安布头路店限定全面开辟，强化的关心。